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在上次的节目里呢，我们谈到了嗔对身心健康的妨碍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谈另外一个根本烦恼之一，就是痴。那痴是什么呢？我们常说这个人很痴心，那么佛教说的痴跟痴心的痴是不是相同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崔小姐您好。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痴啊。那么师父首先是不是跟我们说明痴是什么？那么它跟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痴心的痴啊，是不是相同呢？不大一样啊。痴心的痴的意思啊，好像是执迷不悟啊，或者是为一个女孩子，或者是为一个男孩子叫痴情啊。但是在佛法讲的痴呢，事理不明叫做痴。哦，事理不明。还有呢，黑白颠倒叫做痴。所以黑白颠倒、事理白不明啊，在一般的人认为是正常的，是讲的是是合理的，是合情的，甚至于合法的，这是一般人的常识是如此。可是从佛法的观点呢讲，跟这是颠倒见，这是颠倒见。比如说我们对一样东西的贪念执着，认为那个是永恒的。比如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来讲，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或者是准备要结婚的时候，叫做山盟海誓。真有这样的事吗？山盟海誓，不要说是我们人，不可能的。人生命是非常的短的，怎么可能像山一样的坚固，像海一样的深广？不可能。就是拿山来讲，拿海来讲，山也会啊又变的。是啊，山崩。山崩，海也会移动的，也会变的。可是呢，人间就有许多的人相信有不变的东西，因此呢，希望找长官做个靠山。靠山以人做靠山是最愚蠢的。是，不要说是人靠山靠不住，连真正的山都靠不住，真正的山也会山崩，山崩地塌，这个也靠不住，何况是人呢？你这是靠不住的东西。可是人都是执迷不悟啊，都是希望靠这样，希望靠那样，依赖这样，依赖那样，这我们叫做痴。希望有永恒不变的东西，这叫做痴。痴的意思是不了解的意思，以无常为常，以常常变的东西为不变，以不可靠的东西为可靠，这都叫做痴。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对一般世俗的事理不明啊，是说对真正的真理不明了。对对。是不是也因此啊，佛说众生颠倒，疾苦以为乐，就是我们常常事理不明，所以把明明是苦的事情当作是乐的事情，而真正乐的事情我们反而以为是苦的事情，是不是？这个话是对呀。这个佛法里边有四颠倒，是讲四颠倒，四种这个世俗的人、一般的人是颠倒的。在以苦为乐，这是这个以不清净为清净，这个以非我为我，以无常为常，这四种叫做四种颠倒啊，常乐我净。其实这都不可靠，都不是真的，这是一种幻象，一种幻觉。而这个常的东西结果是无常，那时候觉得很苦。你认为是我所拥有，或者是我自己本身呢是可靠，
结果是不可靠，不要说是身外之物不可靠，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都自己不可靠，是，就是我们自己的观念、头脑、想法、意志力都靠不住，没有一样东西啊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，是，哎，那就是以非我为我，那怎么当然不可靠，以苦为乐，这个是以就是也就不是真正的快乐当成是快乐，人家追求什么呢，追求人家说这些娱乐娱乐，我们看得到大吃大喝狂赌滥嫖，这快乐啊，一时间快乐，那是刺激，刺激以后会带来呢精神上的更大的空虚，还有呢会增加更多的身体上的健康的呀这个失常，那怎么叫做快乐呢？可能一时间的快乐会造成呢长时间的痛苦，那以苦为乐实际上是那个乐就是苦的原因，是，那师父能不能说以不清净为清净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真正清净的，你今天看起来是清净的，明天就不是清净的，我们就是拿餐桌上的那些美味的食物来讲，我们吃的时候认为是清净的没有问题，吃下肚子以后明天排斥出来就是不清净的，这是第一。还有第二呢，现在我们在桌子上你认为是清净的，到了厨房里边去以后就是不清净的，收回去以后啊就是不清净，没有人要再吃了，那丢出去就腐烂了又变成不清净的，这是一时间你认为是清净，其实看情形什么叫做清净，那不是真正的清净，这是呢相对的，你说这个时候你喜欢它就是清净，但你不喜欢它就是不清净的，就是我们的身体来讲一样的，这个我们很爱干净的人，爱干净的人就表示说你身上不清净呢，你才是爱干净的，爱干净的人有洁癖的人，你就是因为就是环境里不清净呢，你才觉得希望要爱干净的，是。那么我们从师父的开示里面呢可以知道，就是吃包含的范围非常的广，那么吃对人的身心又会有什么妨碍呢？在下一集里面我们要继续请师父为我们开示，那么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看大法果节目。